가 돌아와 있어. Hey, what are you doing? No code? Say hi.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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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Ready! Hi! 好，这场比赛呢正式开始，这是一场四羽量级的超级战，大圣邓泽奇对阵来自巴西的伊塔洛弗雷塔斯。哎，邓泽奇一直以来是以这种强悍的压制风为主的这样的选手，漂亮。而且我们在前面的采访大家也知道了，邓泽奇要转型综合格斗了啊，很快我们也会看到他的综合格斗的首秀。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我们的武术荣耀在不断的创新，运动员也在不断的创新，是就想带给大家更多的新的感受。漂亮的扫火，邓泽奇地面扫砍，转身后摆啊，打到躯干了，后直拳，对方躲的还是很快的啊，巴西的选手弗雷塔斯他的力量还是很足的，重拳很重，对，因为我们看他可能扫邓泽奇的身段，包括拳已经是给邓泽奇在这个腹部这儿，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很肿的状态。对，对方刚才那个倒下以后一伏地一转身，有点像卡波耶拉啊。接腿，漂亮手，很好的利用了这个节奏，全中了。邓泽奇还压过来，左手，再一次前手，不让出，哎，完全火力封锁住，哎。刚才韩文豹就做得很好，对方想绕着韩文豹的右手端想跑，韩文豹一个扫踢把对方砍在里面，对啊，就是在这儿吧，你就对，嗯，这个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这种小队员也慢慢的成熟了，确实是我们看到这选手们不断的进步，是带给我们更多的经验的表现。在前面我们的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各位选手的这个精彩的表现。跳，哇，邓泽奇小心啊，对方感觉打的还是很老道，对，因为邓泽奇在场上的整个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好，对手目前的状态应对的还算合理，哎，邓泽奇也是不太急啊，不像原来直接冲过来一波要拿下你，对，前排，哎，一直以来我们都说这邓泽奇这种打法比较伤啊，这个因为拼得比较凶一点，这个像武侠小说当中的这个七伤拳可能伤的比例没有那么高而已，对，拼得比较凶。前排打到了，再一个前排又打到了，后手拳成掩护了，后手漂亮，后直拳，这干脆利索这动作、是后直，就是对方往下倒的同时，对啊，并不是完全的直接击倒，是的，对手呢整个在这个脚下重心在往下落，同时有一拳跟上，拉出来了一个前摆拳，邓泽奇今天的前手平勾拳的命中率很高，还有一个后手反而由于运动比较大，对方好像躲的比较相对成功率高的很多。好，现在的比赛呢第二回合正式开始，这下呢把邓泽奇给推倒了，是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邓泽奇的这位对手也许在技巧上包括硬度上并不比邓泽奇强，但是爆发力上包括对于擂台的解读上其实还是个蛮聪明的选手。哎，确实是这样的。哎，一直规避着邓泽奇的这种重击，尽可能的规避掉。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刚才看整个他的在这个战术的布局上和这个应对的方式上还是有自己的想法。邓泽奇漂亮的往前摆，再往前压，后直，看到这个伊塔洛很快就躲这种低位的摇臂，想躲开邓泽奇的拳，邓泽奇马上改变了方格。啊，这是有点推倒了，自己往下坐的。这是被撞倒，这些都不能算是这个有效击倒。顶膝啊，挡住了。这弗雷塔，因为他是一个。学国际和中央格斗都练，所以说呢，我看他这架势，总有感觉有一种下一秒想要进地面的感觉，要摔你啊！对，我看他这个摇臂，包括预判做得很好，是，哎，躲开了邓泽奇很多次进攻，对，加上自己爆发力也不错，其实反击了邓泽奇好几次，非常好。那邓泽奇的人气就是非常高啊，刚才现场这个整齐的在给邓泽奇加油，因为邓泽奇的观赏性很好，很漂亮。达夫，达夫，岔气了，岔气了，岔气了。我们看还能不能站起来，好像还可以，但是腹部的打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解除的啊。继续，还是这个位置，继续达夫，连续打这个位置，重复的反复施加压力。继续，这应该是一个机会，给他造成累积伤之后，达夫摆拳，击倒，击倒，两次，还有一分十三秒，对，还要坚持吗？还可以，还要坚持，两次中秒了，好，邓泽奇，这是好机会，哇，左手的摆拳。我觉得对方是拿脸直接转了一个九十度躲开的，对，已经失去了阵脚，对，已经完全乱了。现在邓泽奇啊，再一次击倒，已经不行了。哇，今天的比赛是怎么了？今天一定每一场都要这样吗？我感觉比上次上海的比赛，这次选手多了一股狠劲啊，所有对。荣耀的选手都是憋着一股气在想拿到一个更漂亮的胜利。哎呀，我们今天看到的比赛就是觉得特别的紧张啊。哎，今天真是这场比赛呢，而且呢给大家带来的视觉感受绝对不同于以往。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巴西选手是躲开了他前两位同行的这个运气，对，这个避开了邓泽奇的灾难光环，但依然没有避开邓泽奇的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说在赛场上我们看到了两位选手的不同的一个状态，邓泽奇确实更胜一筹，但是巴西选手确实也表现出了他的韧劲。没错，在擂台解读上我们觉得这位巴西选手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技巧上有的时候像没见过比赛结果是很难弥补。邓泽奇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颁奖嘉宾，勇士的荣耀创始人、纪委会主席、万明传媒董事长张经洛，安徽